为什么不回来？那是生什么鬼会开台的时间？今仔日阮的委员是大意哦，请各位做好心理准备。我叫做阿周，我今年都三十岁尔。我的大意小看袂认真，大家爱拍摄呢。我的兴趣是。提阮家的猫起来数一数。哦，鸟鼠啊！不是鸟鼠啊！这个时代是的，一九零九年大丢丁啊！大丢丁！大丢丁！大丢丁！嘿，这个游戏的魔术嘛是，伊讲游戏中嘛的动作去干你娘！系统中变更，拍水哦，都叫丢搞，都叫丢搞哦。这啥？下款尾刀他按呢未恢复，完蛋了，我要改字幕了。哇，龙头，龙怕干呢？龙老板一刀起，一刀起价，娘，骂你，骂你呀！哦，一是起价哦，一刀起价，娘，那怕起价冲啥啦？冇事，你啊。阿坤啊听众朋友，我直接听到那150，为创啥物？创啥物？吵吵闹闹，警察大人，通缉犯廖天丁住址，仅供廖起来，略起来。啥物？廖天丁，警察大人教你一按按呢，我先来走一。哎呦，哦，警，你去跟松本队长报告，发现廖天丁已是。哎，蹲下。哦，十个哦，十个哦，哇！现在变得很流畅呢。哇哇哇哇！蜘蛛锁，蜘蛛锁，哎呦，靠！竟然让我在街上丢脸！报告老板，假钞标签都换好了，很好。假钞，去把那个打开，廖天天今晚一定会来。不好吧？上次打开，差点把房子给拆了。嘿嘿，房子算什么？我倒是盖那个，为的就是今天，今晚一定要让廖天金婚庆睡够。婚庆睡够够婚庆睡够是啥？婚什么水果？婚身水果。早就为着今日的决斗，设下天罗地网，到底天顶会面对什么款的挑战？听歌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哎呦，枪！观众朋友，咱。要继续看落去啊！哦，这边怎？应该会使撞迄墙壁吧？等，我要死啊！救人哦！快点！好，那无？他跳按久一点，好像可以跳更高。有啊，我知道啊。嘿，好，好啊！真的可以拿到吗？太难了吧！靠边！来，行！哎呦！拿到一个秘籍了，踢鱼死，套戏！那我可以过去啦。等，我练一下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技能杀套戏，哇！好，过来技能。龟干诶，获得赌股票150块。这个大家多久？我终于到顶新茶行了，我终于到了。哦天哪！点嘛？看来就是这里了。哎呦，打王了！哇！他给我做一个金身像哎！我靠，大阿财，假钞的标签都换掉了吗？老板这样真的好吗？喝到假钞的人会生病啊！豁出去，钱进来，我家发大财！这个哇，我很时事哦！哎呦，都没有忘记换地，你给我弄好一些。
用微信。这太酷了吧！哎、欸，有请哦，来好啊，拍摄。哎、欸，他干嘛干？对他干嘛干？等一下，哦，哎哎哎哎，那傻小啦！等一下，这到底什么笑？我被笑死了！你一直在空中自空躲掉。哎、欸，过来、啊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！来了。哎、欸，啊，哎、欸、啊，我死了吗？哇，好难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很难呢、欸。技术，知道技术，知道技术。好游戏，来啊来啊来啊！啊，还、啊、不是因为骂脏话。哈啦！赢了！扣！我是什么？哇！廖天帝倒转身子，一记反踢，将袭来的金球击回黄金雕像啊！竟然踢到金探子，金球击中雕像胸口，强大撞击力引爆后方火药，金库瞬成火海，顶新茶行也即将倒塌。卖金球是啥？他这个地公冲啥？可怜呐、啊，可怜呐、啊！倒是你从乡民身上抢了东西，我要带走了。阿才，快带你的老板逃命嘛！这里快倒了，以后好自为之吧，猪头长。嗯。哦。老板，我们快走吧。扣扣。吱。请问那个是吱吗？叽叽叽叽叽。正当阿才要开门时，门却先一步被推开了，一道黑影伫立在门后。是你啊，像，哼，因为卡小，真的，他真的是波罗的卡小。对啊，哈，啊，这是地当吧？赞赞，东西就物归原主了。倒是没看到白天被抢走铜牌的老伯、啊、靠，他会轻功，那个乞丐会轻功，他是个狠角色。小人耶，你胆识不错，这块破牌子交给你很适合，但我先警告你，这破牌子有可能让你大富大贵，也可能让你死于非命，就看你的造化，那我可以不要吗？哦，有这样的胸怀，不愧是义贼廖天丁、啊、你是刚才丢烟雾弹的人？是，在下二十八宿会的清风，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。幸会幸会，天丁大，你有所不知，二十八宿会是最近崛起的抗日组织，听说里面很多厉害的人。哎呦，尤其带的阿邦塞阿邦塞，听说法力高强，能换天兵天将，要求太强了吧？像是你们手上这面铜牌，可以去问我师父，他老人家见多识广，应该会知道来历。也好，你们中英国在哪？丢一丢，地丢一丢丢啊！曾那边哦，丢啊！曾啊怎样？鬼哥好丢高啊！天地大，明天我带你去。那边的在中义中恭候天地兄大驾，时候不等，在下先告辞了，慢走。这是一首好了，天地大，离开有那个语，有那个歌可以唱。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连个哆啰波也搞不进，马茨莫多，你给我认真一点了，马吉梅的喜怒，嗨，嗨，啊！虽然廖天帝跑了，但因为破获大道神的假查案，原来假查案的主谋是顶新王文长啊！这在影射什么吗？哼，够了！听到这些笨刀人的琐事，我头就痛。总督调我回内地，为五年计划做准备，我可以暂时为您就是本岛人了，哈哈。我不在的期间，高等警察科的島田警視会过来担任署长。高等警察課ですか？高等警察課ですか？高等警察課ですか？就是那个高等警察課ですよね。チャンスが来たの。すいません、お邪魔します。那什么？炸弹。哦，很帅哦。島田ユーノ、什么ユーノ星？我有感觉很强哎、欸，喜马达，你们普通课真是太散漫了。他的眼睛没有光点。在下松本唯一，请多多指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松本，你可以向岛田警视请教什么声调高等警察卡、コード警察卡呀？哦，你想调来我们的コード卡吗？是的。哇哇，他刚刚一个闪现呢、欸！
最近我们确实有扩编的打算，你如果表现好的话，我是可以考虑帮你推进。但我听说你好像连个小贼都搞不定啊。嗯，有个信徒。信徒，这里为什么突然？该不这里是迷宫吧？法会就要开始了，赶快进去吧。他那个手的部分，那个骨骼是不是异于常人？哦哦，对面好多人。各位乡亲，这个葫芦王爷公才吃过，一张3000钱。练财吗？我要两张，我也要一张。好。待法会结束，乡民散去后，廖婷才走向清风身边。啊，天庭兄你来了，天庭兄你来了。师父，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廖天庭。天庭兄，这位是我师父，大家都叫他阿鹏师。没拜没拜。难道是那个阿鹏师？是的，在这里劳烦阿鹏师指点指点。啊，这是大出海的令牌啊！大出海，哇！出海的令牌，蔡牵的妻子，吕瑶仙，著名的世纪市场曾经隔着船开冲，击毙水晶提督，冲子正中阴喉。吕瑶仙立下战功无数，还配有私人娘子军，部下们都尊称他是蔡牵妈、蔡牵妈。但在一次海战中，吕瑶仙不幸战死，蔡牵伤心万分，于是召集百名工匠为他盖了一座地下陵墓，还把他生前最喜爱的宝物都放进去陪葬。蔡牵为防止被人盗墓，特地建造在十分隐秘之处来便秘境探险了，并在完工当日将所有人参与建墓的人活埋，以防消息走漏。干嘛秦始皇是不是？据说里面财宝无数，过去这100年内一不断有人想找出陵墓位置，但始终无人成功。相传要进蔡牵妈陵墓需要3道令牌，你手上的令牌便是光明令。这是秘境探险是不是啊？还要令牌？这样吧，你们什么任务也许我可以帮上忙。真的吗？如果天丁是肯帮忙，那肯定没有会有问题了。天丁，这任务并不简单哦。清风，你把任务内容告诉他。是，最近我们得到情报，四角在从日本运来一批军火，准备用在5年计划上。我们打算把军火偷出来，一方面强化我们的火力，二方面凑凑四角家的锐气。好像有点牵强哦，太长了，太长。用台语唱，用台语唱。只会唱小情歌的清风。嗯，像，嗯，搞到鬼了。曾国城，朝音洞口。哇，要练武了吗？师父，什么事？哼，我一直不爱和你落山。你敢知影原因？你讲我不给学无头，出来走跳，敢那让你落亏尔啦。对，除了这点，你忘了你今年有升官死劫吗？升官失格。你讲足侪摆啊！你说我已有年冬会有升官死劫？没事，不要乱跑，你讲很多次了。既然你都知，为什么改地大乱手？死劫急未来，我就是无聊死啊啦！西甲哦，那个是念西甲。我没讲。释迦。释迦。素有重如泰山，轻如鸿毛。哦，素有重如泰山，轻如鸿毛哟。我宁愿死前做点有意义的事，也不要安安稳稳的躲在山上终老。他折了一个那个树枝，感觉很厉害。来吧，我先验收上次那4招留影拳，过来用在我身上。哎，师傅，你确定有画伤你老人家啊？拜托，凭你那点的功夫哪能伤到我啊？他立 flag， 你当我纸糊的脸，你当我做狗哎、欸、你？是安怎练的啊你？哎、欸，他边打边骂哎。曾国英，哇，曾国城，他竟然使用泰臣模样，泰臣啊，新模样，起来吧，这条狗，这条新模样，是本门的绝杀，神隐无踪，廖天丁。来，把口诀记起来。好、啊，利用元神幻化出自我分身。哇，好酷哦！哇，嗯，最近观音山紫气冲天，很多阿修罗在上面，看来台北城将有大事要发生了。各种3290直接落下来。哼，敢未甲一个臭小鬼的急速有关系呢？哦，
哇，你看这个这个地图很屌哎、欸！哇，这个太配哇，他这个太屌了，他每个都有那个哎、欸、介绍哎、欸。哇，这个是超级台湾呢、欸！台湾啤酒的前身是高沙麦酒哎、欸、，Takasago Beer，Takasago Beer， 感觉蛮好喝的。箭牌口香糖，这个是很早期的箭牌口香糖，对啊，青箭很早期的。哎、欸，原来它是美国芝加哥的品牌，我一直以为它是台湾的耶。我记得它有一首歌哎、欸，什么？青箭口香糖有一首歌。这是一支箭牌口香糖。青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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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屁嘞！那个啦，我记得了，嗯，这样。台湾传行加套套，青箭大嘞新古兵。哈？没有啊，你没听过？台湾传行加套套，青箭大嘞新古兵。他说这个就是青箭的主题曲啊。对啊，我怎么完全没听过啊？我听过。问号？台湾创新加特台哦，你当我抓狗啊你？请讲，完全没有听过。台湾创新加特台，请讲大嘞辛苦兵，请讲大嘞辛苦兵。酸用汤头唔免惊，清健大嘞辛苦边。清健口香糖含100%天然薄荷。大嘞细汉拢介意，清健大嘞辛苦边，清新自然好口气。清健口香糖使你口气清新自然。